滚，脱轨，最终真理必要彻底，彻底，彻底。我有理想，怎会放低？羞耻的心可说丢人，虚假的心可当真。即使相反得我一人，也要这信念变真。沙展又落心，今日1996年6月7日，亦都系我人生之中最后嘅一日。因为我身为警务人员，知法犯法，滥用职权，包庇黑社会。我知道呢件事 ，ICAC 已经知道。我本来打算去自首。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勇气，还有接受不到事实，所以我决定选择这条路。阿敏，有些事我想跟你说，很对不起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但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，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咁样呃你，我应承过你，呢一世会好好地照顾你，但我做唔到。我希望我死咗之后，你唔好为我伤心，唔好为我难过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向比我坚强好多。你要继续好好地生活落去，继续打理花店。得闲影多啲相，识多啲朋友，等佢哋解释俾你听，呢个世界系几咁美好，系充满希望。敏，冇嘢话，假嘅，呢片都系假嘅。
阿乐唔会自杀噶，阿乐唔系自杀噶，我瞓得出嘅，我真系可以瞓得出嘅。最后我真真话要自杀，但系我都已经完全都唔系真心说话你。我哋盲人，我哋盲人嘅感觉好清楚，我哋盲人嘅感觉好清楚。我失你啊！我唔相信我系自杀。我啱先劝服佢跟我翻 ICC 自首，佢唔会咁快改变。我知道啊，一定系姓郑嗰个，姓郑嗰个捉咗我要求阿乐自杀啦。Manny 啊，一定系佢。阿乐为咗我而死噶。阿文，阿乐为咗你死，我唔会俾阿乐白白咁死。我即刻捉个人质翻嚟。杨生，你做咩嚟噶？我系良好市民嚟噶，冇show pass嚟喐我，因着告你伤害他人身体啊！点啊？想喐啊？阿芝，喐啊！阿芝唔好啊！阿芝，我唔冲动啊！郑云斌先生，我系 ICAC 调查主任冯波，而家想请你翻嚟协助调查一宗案件。都系波哥嚟救老年，学下嘢，靓仔。系你杀死洛噶，系你！冇证冇据，唔好乱咁讲啊！因着告你诽谤啊！唔好再喺度嘥时间啦 ，Manny。做咩？你哋而家有窝轮拉人咩？冇啊，系嘛？冇即系邀请我翻去协助调查啫。等我打埋球波先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又入咗，等多阵啦，吓。哇！街 C C 啲咖啡咁难饮噶，阿郑生，嗱1996年嘅6月7日下昼3点至6点呢段时间，有人见到你喺柴湾坟场出现。柴湾坟场就系我哋 I C C 其中一个证人游乐生嘅死亡地点。请问你有冇当其时不在现场嘅证据？你唔出声。即系证明唔到你自己不在现场啦！你唔好乱咁讲啊！根据法例咧，我有权保持缄默。你唔好将你嘅主观意见当作系我嘅口供，咁样已经违反咗盘问证人嘅内部守则噶啦！你唔好回避我问题。你系咪识得游乐生？系咪你要挟佢帮你揾陈美慧出嚟？跟住落嚟，你为咗帮潘世昌洗脱罪名。将陈美慧灭口，布置成一个自杀嘅假象，而游乐生亦都系俾你威逼自杀嘅。对唔住，我想去洗手间。你唔答我唔准去。而家系14点25分，调查主任冯波第二次带郑宏斌先生去洗手间，暂停录影。而家我再次问你，喺1996年6月7日下昼3点至6点呢段时间，你喺边度做紧啲乜嘢？哇，系都咁晏嘅，我肚饿啊，要求食饭。规矩冇变啊，都系38蚊啊，帮我买尽佢啦。不过呢排转咗食斋，帮我搵间靓嘅斋铺买啊。太油啊，或者有味精嘅我都食唔惯，唔应该搞坏啲肠胃。斩要你哋陪我去厕所冇？你系冇玩嘢啊！阿芝，阿芝，高官啊 ！ICAC 盘问证人嘅时候滥用暴力，我正式作出投诉。喂，高官啊，你啲马仔咁冲动，呢兵带第日点做呈堂证供啊？吓！
做咩咁冲动啊？你知唔知？我见到佢就喺度咩咯？落死得咁惨，我就好想打佢一声，帮我落报仇。咁你更加应该控制下自己嘅情绪。你越嬲佢就越得戚，斩佢个藉口告我哋 ICAC。你好攰噶啦，洗个面头下啦。我拉翻下俾个水啊。你系咪个时候要小心啲？条友似做 ICAC 喺度玩嘢拖延时间。我识得点应付。哈，友荣，原来你啊，见到你有成个精神晒，仲帮我买埋饭盒吧，有意思啊！哇，正。嗯，所以话咧，靓女卖嘢零食好味，热辣辣嘅，请啖啊！喂，有饭你就食，唔好咁多无谓嘢。报告。我杯咖啡冻晒，我呢排胃咧唔好，唔饮得冻嘢，帮我换咗佢啊！阿冰啊，呢排你着衫啲 taste 唔得，冇时间买衫啊！我陪你去啊，我都挺有 taste 嘅。嗯，讲开就讲，你知唔知点解我唔做 ICAC 啊？因为我觉得好戆居，唔系陪人去厕所咧，帮人买饭盒，你咁靓女喺度嘥咗你啊！过嚟帮我手，我俾三倍人工你，时间任你拣，翻夜班都得噶。点啊？有冇意思啊？唔使担心 ICAC 张约喎。我帮你赔钱俾佢哋啊！嗯，郑先生，1996年6月7日，根据我哋证人梁小敏嘅口供，话你喺当日挟持佢去柴湾坟场，请问你有冇咁嘅事啊？一个盲人讲嘢你都信？佢凭咩认到我？我把声定我阵锤啊！阿荣，我教正你啊！在法庭上面单凭一个盲人的证供是不可以成立的。你信个盲人讲嘢都不信我。怎样找个聋的人来说听到我讲嘢啊，定是找个跛的人来跟踪我。嗯你个 Benny 真的口贱。他目的是想影响我们的情绪，等我们不可以正常问口供。但现在看来我哋几难喺你身度攞到料。48个钟，好准时，拜拜。高官，点啊你？好耐冇见喎，仲未升职啊？不过睇见呢班马仔咁兜踎。我真系庆幸我走得快。你唔好咁得戚话你听，我系十日都掂佢叉住你嘅。好，到时你咪再请我上嚟饮咖啡咯。啊系啊，不过下次咧都系揾个靓女嚟陪好啲。英姑太老啦，唔啱胃口。阿 wing 呢只咧，你讲咩嚟啊？你讲咩啊？高官，你手下咁冲动，点做大事啊？走啦！我会嘅。呢度啲路我好熟噶，唔使送。拜拜。阿志，我知你同阿乐系好朋友，但我希望你能够控制自己嘅情绪。阿乐，今日是我同你在一起的最后一天，以后你就入土为安，
我会好似以前一样，将值得纪念嘅都会拍低落嚟。阿乐，同你喺埋一齐嘅日子，系我一生中最开心。而家你虽然离开我，但你讲我嘅每一句说话，你身上嘅气味，你嘅一切一切，我都唔会忘记。唉，唔通呢啲真系天意？我哋个仔又为咗佢而死，而家佢又为咗我哋个女先至死，唉，真系冤孽冤孽。有客到。宾客请留步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你咁样为阿乐，阿乐全家又知，一定好安慰嘅。呢啲系我唯一可以为佢而做嘅啫。小心自己身体啊！有心，埋喺嗰边坐。唔系得你哋，其他人呢？阿乐平时都冇咩朋友，差馆嗰方面睇过阿乐嗰柄录音带。话落系因为贪污而畏罪自杀，唔单止冇国旗冚，连恩恤金都冇，佢班同事仲唔敢嚟添。阿乐一向尽忠职守，真系估唔到啲人一啲都唔体谅佢。唔紧要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哋相信阿乐系清白嘅。都是我婆婆害死了她，我抵死，我真的抵死。爸，不要说这些说话了。阿志，何时可以拉到姓郑那个衰人，等阿乐不用死得不明不白。阿文啊，你那些口供呢，我们暂时不可以当证据拉他。因为我是盲的，阿志回来啊？麻烦分碗糖水吧你。我不吃了。唉，睇到个仔咁，真系心都暗埋。工作压力大啊嘛。喂，我听新闻话咧 ，ICAC 而家查紧冧楼嗰单嘢啊，你话志有冇份做咧？嗬？喂，个仔嘅嘢你唔系理咁多好唔好啊？咩唔理啊？我仔我噶嘛，我唔净止担心个仔噶，仲有啊，嗰沓楼啊，阿昌哥起噶，你话昌哥会唔会有事咯？点会有事啫？事隔成十几廿年，咁又唔系咁讲啦。嗰啲八卦周刊话 ，ICAC 啊，对呢件案好重视啊，话而家查紧嗰个地政处嗰个高官许耀基。那个许耀基，你哋嗰阵都识佢噶，会唔会有关系咧？八卦杂志啊，乱写嘅啫。仲有啊，你唔好乱讲啊，知唔知啊？诶，我瞓觉。喂，唔识啦。心情咁轻松，拖埋只狗跑步，开车及紧啲啊！有我估话噶，定啲，似有乜嘢咁悠闲？喂，佢落咗楼梯啊，真系跟唔到啊 ！OK， 我跟住。
八六年又跟住嚟喎，冤鬼唔散咁。佢条机嗰边搞掂未？安排好晒。Benny 啊，你醒目，班老练跟咗 Benny 走咗啦，系咁啦。阿四四，一阵用你部车。喂喂，开紧工嘅大佬啊，喂，行开啊，喂。我点啊？我老婆死咗，唔好讲咁多啦。上次讲咗笔数，点啊？呢啲钱够你走佬啦。就系咁多，我话过2000万噶，呢啲钱。够边个着草？买四次牌冇嘢做咩？你知唔知你头先嘅行为过晒火位？通街抢电单车，冇安卡就擅入民居。你知唔知你咁做系完全违反专业守则嘅？我知我系冲动咗，但系都俾我发现到佢哋有间秘密别墅啊！而且我亲眼见到潘世忠同许耀基会面，我仲差啲影到佢嘅交易证据去指证佢哋。结果咧，结果系咩都影唔到，仲打草惊蛇添。阿志啊，我知道阿乐嘅死对你打击好大，但系做嘢还做嘢啊嘛，点可以牵涉私人感情咧？更加唔可以自把自为。为咗唔妨碍今次嘅行动，我唔准你再跟潘世章呢单 case。高官，你唔使讲啦，你今次件事我会同你孭咗佢，但如果你再犯错，我唯有依正规矩将你革扯。你一个老练嘅，点会俾只癫狗入到别墅噶？争啲出事。对唔住，潘生，系我一时疏忽。不过唔知只癫狗会唔跟规矩做嘢，我会睇实佢嘅以后。总之，我唔想有痛脚俾阿老练捉到。潘生。个许耀基要2000万先肯走，你点睇？条友都养唔熟噶啦，病咗都唔可惜啊！我明啊，潘生。嗱，而家个 CID 啊死咗，陈美慧又死埋，照计 ICAC 冇证据可以查处我。虽然系咁讲，不过佢哋冇杀人证物证，一定要跟你条线。但只要你小心啲，佢哋冇苦。总之我唔想佢哋喺度搞搞震。嗱，迟啲我公司有个大型楼盘推出，我唔想影响公司嘅生意啊。我明嘅潘生，不过班老练唔会放弃，佢哋跟唔到我哋呢条线，一定要跟以前有份做 project 嗰班人。当年知道起楼件事嘅。是有幾個判頭監工的，你驚佢哋亂講嘢？雖然件事20多年前，當時又冇白紙黑字，但係點都有啲手尾跟。
潘生，你最好預咗要冚住佢哋把口。咁又係道理嘅。潘生，橫掂間別墅都俾佢哋發現咗，不如就喺嗰度請客。搞咩咯？嗯，咁多老人家嚟，唔通有米派？系咁，我叫埋我老豆嚟啊！细伯啊！边个细伯？阿志老豆？今日系师傅保诞。難得大家咁耐冇見，都咁上面，一請就嚟啊！哎呀，昌哥，我哋一場賓主，你開聲請到嘅，我哋大家點會唔嚟緊？你哋話係咪啊？咁就唔好客氣啦，起快啦！多謝昌哥，起快啊！起快啊！咦，唐基，做咩唔食啊？嗰陣時你好拆得嘅喎。哦，以前就係，不過最近有啲唔舒服。醫生吩咐叫我唔好擦咁多喎。阿昌哥發咗達都咁念舊，請我哋嚟食飯喎，開唔開心啊？梗係開心啦！有咩發達唔發達啊？我知有今日，有餐温飽，有片瓦遮頭，都係多得各位手足當年幫我捱翻嚟嘅。昌哥冇敗啦。不過而家大家都老啦，呢幾年咧我就順咗佛。對世事就睇淡好多，富貴與浮雲啫。而家咧，我就一心向佛，修心養性。今次我求咗啲金法，希望大家翻嚟好好地供奉，弘揚佛法，並且保佑大家心心安寧。啊！嚟嚟嚟，多謝。嚟，你嘅。多謝多謝。誒，唐基。啊昌哥，唔好客氣咯。唉，你客氣就真。多謝曬昌哥。自便啊，自便。其實咧，我都係希望同大家一樣，得個心安啦。嗱，廿幾年前咧，香港嘅經濟仲未起飛，正所謂手停就口停，為咗揾兩餐咧，就乜都做啦，邊計較咁多啊？嗰陣時咧，真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！做我哋呢行咧，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嘛。有陣時我諗起上嚟，個心都好唔安樂。不過而家我都老啦，好多以前啲嘢都唔記得啦。啊，咁反而安樂啲喎。今次我送金佛俾大家咧，就係希望大家同我一樣，唔好理咁多是是非非嘅嘢，唔好記得以前啲嘢。咁就有安樂日子過啦，係咪啊？啊，係啊係啊，昌哥講得啱啊嚇！以前嘅嘢仲記嚟做咩啫？你哋話係嘛？唐哥係嘛？嚟，起快啊！起快起快！記唔記得啊？呢間屋你有份幫我起嘅喎。記得，18年前啊嘛。我仲記得啊，嗰間佛堂嗰度咧，我哋用一嚿磚一嚿磚咁樣冚落牆嗰度噶。誒，講起就激氣啦。嗱，而家啲師傅啊，邊度係我哋嗰皮嘅啫？嗱，呢個後門啊，整極都整唔好，硬係爭些少位啫，一拱就開。係咩？等我落去睇睇。系噃，即系矮咗3分喎，唔怪之啦。唔紧要，我第日帮你整好佢。都系老行专好嘢啊！坐。而家啲后生仔咧，手工又唔好，人又懒，点似得我哋后生嗰阵时啊？得个辛苦两个字。不过而家老啦，都应该享下福啦。做咩啊？你唔想要个金发？我仔都出身啦，清茶淡飯，我哋都仲過得去嘅。係喎，你個仔都好大啦，你仲住喺嗰度啊？係啊，住咗成20年啦，嗰度住得幾好，都唔想搬。咁啊係嘅，嗰度啊樓底高，就好好住嘅。講起嚟啊，
要多得你啊！當年讓間屋俾我哋啊，而家唔係都唔知住邊度。唉，又同我講呢啲嘢啦！嗰陣時你好幫得我手，係你應得嘅。你知我份人噶啦，我從來都唔刻薄伙計噶嘛。我知你好睇我哋噶嘛。咁咪係咯，你就同我客氣。嗱，呢個金髮咧就係我一啲心意嚟嘅，收咗佢啦。唔係咧，冇老友做啊。咁啊，多謝曬啊，昌哥。啊，我先走先啦。好啊，啊唔使送啦嚇。再見啊。潘生，搞掂曬。搞掂曬啦，你講得啱啊！使少少錢，而家我心啊定好多。係咧，正話嗰個邊個嚟㗎？哦，我舊時嘅二判嚟噶嘛，跟我好多年噶啦，叫楊偉棠。楊偉棠，嗯，佢就係嗰 ICAC 楊大志嘅老豆。係，唔怪得頭先佢唔想要個金髮啦。原來佢個仔係 ICAC 嚟嘅，咁點算？我过海顺路车埋你啊！喂，嚟啦！唔好意思喎。哎，上车啦，嚟啦！开车啊！点解智老豆会同潘世昌咁熟嘅？你睇佢嘅手啊，揸住盒金粉。我哋全部 check 清楚噶啦。那班老人家全部都是老一輩的建築工程判頭，而且他們在那段時間全部都曾經接過潘世昌那間公司批出的工程組。現在既然這班人有可疑，我們要盡快起清他們的底，希望可以幫到我們起訴潘世昌。 Yes sir， 今天是根據我們 ICAC 的內部守則，如果有調查員的親人涉案的話，就要立即被抽調出組。現在雖然未有證據顯示阿志的爸爸是跟這件案件有關，但為了以防萬一，我哋要将调查判头嘅行动保密，尤其系唔可以俾阿志知道。哇，昌哥做咩咁重手啊？佢金罚唔少钱噶噃。其实我唔想要嘅，不过如果我唔要嘅话，喺咁多人面前佢好尴尬噶嘛。啊，你话昌哥咁样做究竟咩意思咧？吓，梗系为咗冧楼嗰件事啦。佢虽然冇讲啊，大家都心照啦。其实佢心多啫，我哋班人咧。點會企出嚟煮死佢？喂，咁你點同個仔講啊？佢實睇到個金佛噶喎。喂，你千祈唔好同佢講啊，費事佢難做啊，知唔知啊？同時佢呢排咁煩，其實咧收份禮物仔啫嘛，使乜咁大件事喎？係咪啊？我硬係覺得有啲唔妥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有咩唔妥啫？邊算會唔妥啫？阿志，妈，点解今日咁早嘅？诶，老婆啊，个仔翻嚟好攰嘅，你唔好烦住佢啦。阿志，入房休息。系咯，入去唞下啦，冲个凉好瞓啲嘅。杨伟棠，当年系建筑工程二判。他曾經接過17宗由潘世昌嗰間公司批出嚟嘅工程組，即係話佢同潘世昌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密切。而我哋根據田土廳嘅資料咧，楊偉棠喺1972年開始已經擁有佢而家住緊呢棟物業，但佢就從來冇做過任何按揭手續。佢係一筆過買呢層樓嘅。我懷疑唔係，因為業權係由潘世昌直接註名俾楊偉棠。即係話堂叔就好有可能牽涉喺呢單 case 入邊，我哋應該點做？按一般程序。請佢翻嚟協助調查。Yes sir。Yes sir。阿媽見唔見我哋毛巾啊？跌咗咩啊？啊？金髮嚟嘅喎。咁嘅。你阿爸今日行過個金鋪。
見到幾靚，買㗎，買㗎。係啊係啊係啊！是啊阿爸不嬲都唔中意金器嘅，點解會買個金佛翻嚟嘅咧？中意啊嘛，好睇啊嘛。有人嚟啊！我開門啦。哎呀 ，Wing， 咁得閒啊，上嚟揾阿志啊你。志，我哋唔係上嚟揾阿志啊，我哋上嚟做。我係 ICC 調查主任馮波，而家想請你翻去協助調查一宗貪污案件。報告，你講咩話 ？Sorry， 阿志。我要帶石伯翻去問話。阿唐叔啊，唔好意思，你手上面拎住呢個金佛係咪潘世昌先生送俾你嘅？石伯，飲啖咖啡先啦，定一定神啊。唔該，唐叔，你唔需要咁緊張嘅。我哋今次請你翻嚟咧，係協助調查啫。只要你將自己知嘅講曬出嚟，咁就得噶啦。嗱，喺1965年至到1974年间，你有冇接过潘世昌嘅工程嚟做？高官，点解件事会同我爸有关嘅？由而家开始，你唔可以再国民呢单 case。根据我哋 ICAC 嘅内部守则，调查小组入边唔可以有任何成员或者系佢嘅亲属牵涉喺件案入边。我爸唔会，可能你仲未知啦。根据我手头上嘅资料，你哋而家住紧嗰层楼都系潘世昌间公司起嘅，而且仲系佢直接转名俾你阿爸添嘅，亦都冇转售业权嘅金额数目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佢两个人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密切。阿志啊，你爸爸系知道内情嘅。翻嚟啦。问啲咩啊？吓，知啊？你老豆会唔会有事啊？喂，你两个究竟做乜嘢啊？粒声唔出，究竟点啊？喂，你唔好烦好唔好啊 ？ICAC 啊，问话我已经系讲晒啦。我当时咧同阿昌接工程嚟做，我乜嘢都唔知嘅。咁 ICAC 今日放咗我，你点会咩都唔知啊？前嗰排冧楼砸伤咁多人，你有睇电视你知噶。你明知个潘世昌啲楼偷工减料，点解你唔一早企出嚟指证佢啊？诶，当时起楼啊，差唔多间间公司都系偷工减料嚟赚钱噶啦。冧楼系意外，大家都唔想。你仲要维护住佢？佢唔单止系奸商，佢仲行贿公务人员。阿爸，你当阵时系二判啊，啲工程你都有份经手嘅。你哋唔好再呃我，你咩都唔知好唔好啊？佢为咗消灭证据，咩都敢做啊！许耀基嘅老婆，仲有阿乐，因为知道佢啲衰嘢，先俾佢杀人灭口噶。枉你仲当佢系好人，佢点解送啲金币俾你班老伙计？为乜嘢啊？无非想你哋班老伙计唔好出嚟指证佢当年嘅事咋？唔通为咗少少好处，就埋没你哋自己良心，由得阿潘世昌逍遥法外咩？知啊，你唔好讲埋你老豆啦，有啲嘢你唔明噶。我点会唔明？而家今日就系摆喺面前，佢哋有心针对我噶。佢知我系你个仔，特登做一场戏出嚟俾 ICAC 睇。而家好啦，就因为你，我唔可以再踩单 case 啦。乜嗰个潘世昌真系摆你阿爸上台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好讲咁多啦，一切都系我错好未啊？我贪心，为咗个金佛埋没良心，嚟连累个仔添，得未啊？下万系我错。喂，老爷，喂，知啊，有啲嘢唔怪得晒你老豆噶，系佢以前系判头，佢知道好多潘世昌嗰啲衰嘢添，但系以前冇 ICAC 噶嘛，咁做呢行不嬲都咁噶啦。以前都仲话。点解而家要收人哋嘅金份，帮人哋隐瞒事实啊？唉，你老豆唔系贪心，你知你阿爸噶啦，不嬲都中意讲义气吓，对朋友仲好过对屋企人噶嘛。咁有人揾佢帮手，佢点会托人手争嘅啫？佢根本都唔想要个金发。仲有啊，话你知啦，呢沓楼啊，唔系潘世昌送噶，系当阵时你老豆咧有好多工程嘅尾数收唔翻。咁潘世昌就用呢沓楼嚟抵数嘅咋？
點解唔早啲講啊？佢係要維護潘世昌，蝕底嘅係佢自己啊！咁我哋的而且確係受過人哋嘅恩惠啊嘛，唔通你叫你阿爸企出嚟指死佢咯？媽，連你同阿爸都係咁樣諗，我冇嘢好講，我出去行下。知啊。我知道今晚件事你好唔開心，但唔好諗啦，打波。失準波，同阿爸嘈得好犀利啊！有時候真的不好明白，他們那輩人開口埋口講義氣，難道為了義氣，明知犯法明知不對的事都要去做嗎？知不知道為什麼我要一個人回來香港？我媽呢在加拿大，不過呢有很多男朋友，我根本不可以接受這件事，但當我回來香港之後，我反而很掛著她。我媽咪咧成日打俾我同我傾偈嘅，隔住個太平洋，我哋好好多。我開始學識體諒人，尤其是嗰個係你嘅父母。但我阿爸都唔肯聽我講。兩仔爺啊，邊有隔夜仇㗎？細伯份人咧口硬心軟，佢遲啲咧一定會了解你嘅。或者講得啱。我只是懂得用自己的角度去想而已，都沒有考慮過阿爸的感受，我都有點不對。好心你啦，自己身子不好就不要學人發脾氣，吃先吧。那個女孩出了街？是啊，你很難怪她的，她由小到大都希望做 ICAC， 怎知現在搞成這樣？我是不是真的做錯？很難怪你的，以前賺食艱難嘛，很難說誰對誰錯的。不是，估不到這個昌哥借我過橋，還累了兒子。放心吧，阿志是孝順仔嚟噶，遲下就冇事噶啦。飲啖水先。我想喝啊，我唔飲。咁我出去先啦。请问找哪位啊？我叫杨伟棠，是潘生的旧伙计嚟嘅。我想见见佢，佢喺唔喺度啊？哦，老爷唔喺度啊，喺公司。有咩事你去公司找佢啦。啊，老友啊！你考虑清楚未？前后已经死了两个人了，你真的要杀埋许耀基？
脱轨，最终真理必要彻底，彻底，彻底。我有理想，怎会放低？羞耻的心可说轻，虚假的怎可当真？